东京社畜的旅行日记韩国篇二。跟之前的学生约了午饭，胶原蛋白满满。阿卡一家网红咖啡厅，人嘎嘎多。来明洞换钱，顺便捡逛一下。龙虾自助餐。吃完饭后来清晨去第二摊。你该的马上上来就一颗皮素还颜色看着了。回家前来拍大猛片。